大家好，我是挑夫。昨天视频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一拿棍子，旋风马上翻笼子。大家也知道，旋风是最不容易进笼子的那一个，每天把它放笼子费很大劲。今天呢，咱们通过这个办法，看能不能刺激它，让它达到那种轻轻松松进笼子，让它进马上进那种感觉哈。今天就试一下啊，借用这一个办法，来吧。旋风一出，它闪电也不老实了，看闪电跟锈螺，看闪电。锈螺不能动，锈螺一动它马上叫，你看，哎，锈螺过来，你看啊，锈螺怎么回一个？锈螺过来，锈螺，大家看到没有，旋风呢虽然说二，但他不傻。昨天来那么一下之后，然后今天进笼特别简单，是吧？把它放上，咱们再最后再试一下啊，再试一下。旋风，过来进去，过来，不行，还是不行啊，旋风还是不行，马上再搞一下啊，过来。
上次搞修罗啊，一下就搞定了。上面这家伙还得几下是吧？要不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啊，看到底能不能我叫一声马上能进去了。好了，过来。这么试呢，也不是说来来回回颠颠倒倒跟他骗他玩啊。主要是啊，如果是你让他进去，他马上关笼子，时间久了他也不会特别喜欢进笼子。所以说，让他进去以后不一定非要关笼子，久而久之呢，让他没有被关他呢，克服这种，好像就带给他的这种不舒服啊，这种禁闭式的感觉啊。好吧，咱接着来一次啊。干嘛？进去，进去，进去啊！来，师傅，师傅，进去，进去。好，大家今天给炫舞上的课就到这儿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